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同良心的上脚方面，方面，我们在接受了今天十五二章一到二十节，接受我们叫坚持二章一到二十节，我们可以一起念诵。二章一和二节，一起来，弟兄们，你们在这面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逼迫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让我们的神放开了羊，在那阵仗中把圣的福音传给你们。哇，哎呀，把握在他们前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前他们在腓立比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腓立比前，因为保罗需求很稀的传福音，他们公开的受丢脸，我们不喜欢受丢脸，对不对？光杖过他们的衣裳，滚到他们的汗下在天里。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我们可以一起念书。众人就一同起来，同听他们，同上吩咐脱了他们的衣裳，用滚刀打了破棍，便将他们杀在井里。主父亲主眼睛看守，在你的家里，你可以读全部的故事，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说，千辛万苦，这是保罗的心中的意思。他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人不喜欢听。可是如果人喜欢进入天堂，他们应该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他的心中安息了，愿你千辛万苦。在台湾，在我们的时代，比较初期的教会，我们备受笑苦，笑苦，为耶稣的福音。有时我们受教的引领，对不对？我了解在我的家，我受教的引领，学校很轻蔑的压力，但我们为主耶稣受苦，我们像保罗一样，应该有什么喜乐？主耶稣说，因为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赏赐我们。Amen。Amen。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念诵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和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着各样话回报你们，你们就哭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主耶稣就给我们主耶稣先知的例子，人逼迫以赛亚先知，你经历了那些事儿，哇！他们失望了，撒加利亚先知，你记得摩西他们喜欢杀他。先知耶稣说：“
当任如芒为邦尼应该我回来是啊在天堂劝烧死你道路发挥严重人不喜欢接受辱骂我们不应该有快乐今天这个丧事不在这个世界上老我的丧事很少那你可是话可是在天堂昨天我们发多少几个富人家的300左右300种所以300人可能就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个下的公园我们发左右10张我们走路的时候之后我们看5个人读福音章哈喽为什么我很高兴不要人伤害我们可是你够喜欢你压着我是我画的坏我上次在这里你请看到3到6节我们的全面不可以去念书不是出于仇不是出于鬼也不是用鬼诈但上帝心愿严重我们把福音交托我们我们就照样成不是要他们喜乐乃是要他那查验我们的心的上帝喜乐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也没有操着的感情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教练随从却没有向你们过向别人求荣耀哦，上班我用，我没有用很肉的话，因为我不能说很肉的话。不来台湾传福音，上班我一样，这是我的快乐。弟兄，在这个经文中间，我可能看见许多白露。决定了要拿上帝不约拿人我应该决定了要拿上不约拿人不很容易当我心看耶稣我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方法和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意志主耶稣基督的意志不一样因为我喜欢耶拿人耶拿自己有一天我决定了哇我的方法不好我应该改变了有一天我决定了也拿神不也拿人这是把我的神中的名字所以在每一个地方他传福音我应该有一样的态度弟兄们花莲人应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呢
常要一个宗教。可是到我如今，我不觉得他们的宗教是好的，可能帮助他们进入天堂。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听主耶稣的福音。这是保罗的思想。请翻到七到九节。七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书。自在你们中间圣经软弱如同母亲软弱自己的孩子，我们继续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向上帝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以你们是我们的同爱的弟兄们。你们今年我们的辛苦劳碌，昨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弟兄们，保罗真的有爱别人的心。这是好的。你记得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五句一起念出：不做坏事，不受自己的益处，不计你法度，不计算人的恶。这是爱的，真的爱。但我们要真的爱我们，不做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什么恶。保罗有爱在他的心中，所以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来天上的家前传福音为别人的益处。这是爱。还有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的宠爱的。”哇，妹妹，当他们听把我传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些人的酒。他们彼此相爱，保罗在他的心中对他们是像一个宠爱一样，这是好的，这是接受的基督徒的态度。Amen。我们应该爱别人，我们应该爱会有像保罗爱他的会有人一样。有的时候我祷告求神，这是心里尽心会的感觉，我们彼此相爱。十二到十二节，不可以一起念书。我们向你们信主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好像父亲爱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色彩，你们经常过荣耀的生日。哇，这是保罗的喜会。弟兄们，每一位基督徒有一个见证，有喜会。在保罗的是因为他有圣洁的生命，
弟兄们，每一位基督徒必须有圣洁的生命。哇！还有他说，公义，公义是什么？是什么呀？前年是张二姐说我们可以纪念书，不义之灾，毫无之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好不容易。当人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了解我们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公义不好。可是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是好的。当我们佛我们信靠主耶稣，上赐给主耶稣的义上他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可能进入天堂。Amen。主耶稣是我们的牺牲，他是我们的义，所以今天说能救人脱离死亡。当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义，有公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脱死亡。我上一起，当你信靠耶稣，我信靠耶稣，我们有永生。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看见死亡，我们身体死亡了，我了解。可是我们的灵魂没有看见死亡，我们有永生在天堂，我们逃脱地狱。哈利路亚。还有他说不可指责，不可以去年数二十一章一节，每年神国的灾帮穷穷入经营。 Amen。 这是好的。王明道说一个没有好评的人更变作物配为善作工，一个为善作工的人若不交到心徒主重病的，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持。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真正的教导教会。今日为善做的人岂可无论这是什么，他一直是我们应该有圣洁的生命，这是他的意思。无限公义把我的真正是在你的地方，我有圣洁的生命。愿不啊，等一下，等一下，不可指责他，这是他的意思。把我说做他的真正，我们应该做他的真正。如果我们说我是基督徒，心外应该做基督徒，你知道我的意思 ？OK。还有把我说，也有向你做见证，你们也下来我怎样传念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当他们信靠主耶稣，保罗觉得这是我的儿子，
帮助我的孩子们长大，所以他们可能做圣人。对面，这是保罗的名字。弟兄，保罗真的爱他们，真的。我应该有一样的态度，我应该爱每一个花莲人，像保罗爱他们一样。当我们做见证他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应该爱他们像一个父母爱孩子，这是他的名字。弟兄，这是他的真正。二，他说要叫你们心事对得起那叫你们进他国的荣耀上帝。Amen。三次他说我来的地方传福音，他们听福音，他们得救。所以保罗所在是二节，叫你们进他国的荣耀的上帝。Amen。当我们听福音，决定了哦，我应该得救。他做死亡有永生在天堂，我们可能进入上帝的国。Hallelujah！ 这是他的名字。我们可能进入上帝的国。我跟你讲，上帝的国、美国的国、台湾的国、大陆的国不一样，不一样。天国是一个。天上有这样，天上有这样的风吗？ Amen。 在天上，我没有遇见一个问题。我觉得上帝的国是他的国，美丽的国。这是巴洛的方法。在他的世界，他们住在罗马的国。这是在世界上，在这个时代最一个国。可是他觉得天国是比较好。这是他的意思。我应该是有一天我进入，可能进入他的国。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世界说。我可以听耶稣，你们的咒怨不安，愿意的心，本意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长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的功绩。Amen。 我们的救恩是源乎上帝的恩赐，他赐给我们永生。这救恩是后为主耶稣，我应该有好的行为。这是保罗的意思，为别人的名去。所以说善有善报，这是一佛说的意思。OK， 善有善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还有说，五个一经言书，所以要知识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银冠、骨灰、血亲、耳语。暗恋就是与白忧伤一样。哇！等一下，他的意思是这个：我们的肢体有问题，我们的肢体喜欢做恶的事。以前我喜欢看电视，我喜欢说谎话。我偷东西，喝酒，
走过了一句，过了一次。这是我的自己的信仰，我的自己的心意 ，OK。我信靠耶稣，哇，我了解我应该改变了。这是悔改一次，这是把我的一次。弟兄们，在我们的肢体，我们行为不好。以前我告诉我的家做这个，对不对？我的手做这个，做久之后，我说手不做。所以他说。就如冥王，如果你做冥王在你的活中，你应该悔改。误会的事，哦，很多很多误会的事。如果你做误会的事，你应该悔改。恶意、贪恋，贪恋就是你拜偶像一样。美国人很多美国人有贪恋的心，那还有啥？他们偶像是钱，对不对？他们腐蚀钱，在台湾你腐蚀偶像，在美国我们腐蚀钱。Why？ 在美国我们有苏联的拜偶像。去翻到十三节，从一七年书，为此我们也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守不以为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是乃是上帝的道，并且原信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哈利路亚。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写书地方，他们听上帝的道，他们领受了上帝的道，在我领袖是武装他们所一样的意志，他们领袖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听他的话，他说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为上帝的道。等一下，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这个里面的道理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巴洛来的，不是从人不是来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当他们听上帝的话语，他们那里，哇，上帝说我应该信靠主耶稣，他们信靠，领受了，对不对？弟兄们，圣经是我们的标准和准则，我们用圣经背道理、教义、语言、是非，在我们时代和我教会的道理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喜欢知道是非的道理，我们应该读经。圣经是我们的标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我们一起念书，你将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分基业加倍的面。”我应该真的分解上帝的道理。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我们去听耶稣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不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照先知已经出来了，连着我们用圣经的道理是非是不是一个人出于上帝或出于人，如果不是出于上帝，不信他们，那多次我的上问我的问题，灵安派说这个，灵安派甚至说这个，我说我不信，真的我不信他们是一个先知，我不信灵安派的发言是从圣灵来的，我不信，因为圣经说圣经是我们的标准。弟兄们，圣经说我们可以纪念书卷五年主耶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他的话是重要的。 Amen。 还有保罗说在十三节，等一下，这道是在上帝的，并且言行在你们心中的人是在哪儿？心中。 Amen。 上主耶稣看我们的心。 Amen。 我不可能看见人的心，上可能看见人的心。我们看六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时间不早。弟兄们，你们暂下把犹太种在基于耶稣里圣灵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的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割舍上帝的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是外邦人的酒，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向你的怒怒装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哇！弟兄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当时时候是犹太人，他在犹太人的 地方，他没有一个罪，他是完美的。可是大部分的犹太人，不是每一个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不喜欢听神的儿子，杀他，这是不好。但我不希望别人的道理我们要杀他们。可是他们杀了这个耶稣，保罗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要伤害一个人。可是很多很多人不喜欢保罗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逼迫保罗变心了。在我们时代，我们受到家里的引力、社下的引力和社会的引力，像保罗一样，人不喜欢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去看到十七、十八节，我们可以纪念书。弟兄们，我们三十一年毕业，
十面不离，心却不离。我们极力的想法子，但愿一切皆听命。所以我们又遇到你们那里，为何我有一点子要去？只是撒旦阻挡我们。我们的盼望，用盼望很喜乐，并所爱的画面是基督，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着什么？因为你们都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说我们像巴罗一样，撒旦可能抵挡我们。也许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撒旦用人、事、这宗教、这服饰和肉体的情谊阻挡我们，这是真的。撒旦是真的是神的人，可是保罗所在十九二十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光化的光面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站立的主吗？哈利路亚！我们有何盼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面前。Amen。我很高兴我有这个盼望，我希望给这个盼望上每一位人在讨论去。我觉得这是他的盼望。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去。如果我们不是主耶稣的灵魂子，他丧失我们。我的丧失是永远的丧失，不是暂的、暂时的丧失。所以保罗真的很高兴传福音，他有心里的喜乐、心里的快乐、心里的盼望。你说，主耶稣是活着的。有一天，他会找我们起来，我们在他的面前站着 ，Amen。圣经描述在天上的叫耶稣五章，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永远的 ，Amen。我们永远的有平安，永远的有喜乐、快乐。我一天八路了解这个，他觉得哇，他的方法比我的方法比较严，Amen。所以他决定了，我服侍主耶稣。我应该服侍主耶稣。当我们服侍他，在外面我们有困难，在里面我们有平安。你说我爱平安，我爱平安，我爱快乐和喜乐。我爱我的老婆，这是他的，尽力去表达。亲爱的耶稣，我求你用这个经文祝福每一位人来，祝福他们的心，祝福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生命。我们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